我帮他穿 B 宫格，这个是熟客的，还给林子跑过来。今天有够热的。嗯，可是好像要下雨。我刚刚出去下，我本来去运动，后来下雨，说你们要感谢提供被。对，还好。然后就没去运动，就躲在这边。还好吗？看那个骂人的馆长骂人的影片。就现在的政府实在太烂了，官商勾结，拿土地财团。竟然不让我们骑燃油的车子跟开燃油的车子，要去买电动车。好，要来了。镜子先不要看，你不要抿嘴，先不要抿嘴，因为我要帮你把鼻子吸进去。确定是要喝油才走。好，太好了。